早期挺大一块啊。今天菜到时候得贵了，下雨下的不光咱这受灾，哪哪都受灾。嗯，这台风影响，咱这地方还没长大水，像是冲房子、冲地的那样式的呢。咱这算挺好的地方了。那有的地方这都搬，然后整个村子都搬走了。房屋没受损，就是好地方。嗯。啊，行了。你看行不行？就感觉就是肉有点大似的。行，你这拌馅子这么一瞬间吧。咋的？上劲儿？这样算是好吃。嗯，瞎乱搅和的不行，不香。那样你不行要。我给拿大大杆，那个盖盖盖盖一个。说不来了，咕噜。那么大了。那是啥呀？你着急是不？快拿走，快拿走，快拿走！这是擀啥的呀？这是擀面条的。这个是。你这大擀面啥？这不是。啊。上那块儿吧，这。我可以拿呀。你太小。太小，我可以拿一个。小玉宝宝现在要小鸡皮呀、哎！我们得小鸡皮的皮呀！你看他抢的，你看，慢点，别吵吵。哈哈哈哈哈！他那不找我。你这越转越远了，你这。哎，你看。你看别烫手啊，大闺女！大闺女，盆里头，你得承受拿他们火了。行了，给你倒那。行了，嗯，好了，我来个小盘的。嗯，行，这也是你的。嗯，你吃吧。不是你。现场撒这蒜油味儿。但不是。嗯，啊，我呢？啊，行。你包的、嗯？你们找另一边找上就行。这是宝宝。哎呀，那个是哈。这个是。这个吧。